快拿棉花棒沾眼睛。姐姐给你一个棉花棒。哎，小佳不要哭了，给你一个棉花棒。沾一点点眼睛，沾到了，那要把眼睛粘上去。还要弄是不是？你的新冠病毒哎！快点穿鞋子啊，走喽！还没啊？好像不该就可以尖叫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用力的尖叫，还是要轻轻的尖叫呢？用力的尖叫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去喽。准备喽，还没哦，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是这样。